少阁主，您这样实在是不合规矩。没关系的，少阁主，哪有在拜堂前就先见新娘子的？少阁主，哎呦，小彩，这一会儿拜堂的时候，喜怕也盖，我根本就看不到娘子的样子了。不可以。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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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拿这个拿这个，行行好嘛。我就想见一面，说几句话。 就一句，一句。少阁主，您塞什么好东西都没用，不行就是不行。您啊，还是晚上等着洞房时再见新娘子吧。哎呦，小彩，你真的，哎，不见就不见哦。哎，花，少阁主，花。 花，过来让我看一看。少阁主，你要不过来的话，我自己爬进来了。少阁主，准姑娘，是否要把窗户关上？哎，别关窗啊！雪曼，你帮我把画带过来，让我看一看。哎，雪曼，你带画过来的话，我以后无条件答应一件事情，只要你想兑现，随时来找我。 这倒是挺划算的，有新嫂为证，义兄可千万别忘了今日的承诺啊！当然了，怎么能忘呢？这个眉稍微淡了一点点。 看来是雪曼没画好，眼下也只有请义兄替新嫂画啦。这样就比刚刚好看多了。<笑>花儿，你别害怕，也别紧张，我只是让你记住，只要我想见你，和你在一起。 谁都别想拦住我。嗯，好了好了，可别耽误了拜堂的吉时。等晚上入了洞房，义兄便可尽情的看个够。哎，我来。